今年九十三岁的韩国国人，对九十的记忆美含动情处。 那吹到上片，民国48年金门棍兵到总统蒋仲敬披上，后阿欠就会起总家一家。该当年28岁的基因为战争，阿兵哥姆啦，从法联本人进守到金门。他爷爷呢是来通地公的修法，阿说在台东去，啊，他到高雄港在高雄港去，阿母来下山，不是白天啦，阿母来下山，七十，差不多了完。 1958年8月23日，中共对金门发动炮击，双方达到冻结裂，大列冲群推部推介关键战争之中，好阿欠也因为安阳留下了后遗症。你南嘛，你南台干都射线啦，啊，咱射线是一下雨呢，慢散都变变蹦蹦了呀，哦，打了后也跟金门那个山哦，偷偷淹啦。 这个金门做兵噶吼，拢大炮的嘛吼，啊，他不懂得保护啊吼，啊，所以就出丧的，所以来伊讲群众重听。因为有安阳建立个路边警队警哨，好啊，看本应群众系劳动人受到关心，就算七家大也唔会姑息。下半一星期，韩安好，韩做的是去天空看天水，古佛诶，我着全体诶干部拢请欢喜。 93岁的好阿欠，立下汉族的祖先时，真心到体力都唔会冷。天风有心个眼，就希望能摆做得进入普丰滩，为百二山路边留下记录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。